传种啊？什么重生？没事，我刚刚还以为你被传种。没有，我要去设定。哦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哦哦，因为在旁边，在旁边有做了一条新的道路。嗯，旁边，嗯，哦，有吗？掉下来了啊？有啊，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因为这个你要拿着特殊的东西才看得到哦。那你要够聪明才看得到。太聪明了，可是后面就好难了、啊。啊啊，掉下去了，有困难。你要看到位置才行。来了、啊，掉下去了。这一场接点会有随机哦。哎呦，就是你每盖一个岛，它四面嘛会有某一个死因砖变成黄金矿，就等于是你没那一面没办法放。哦，所以一开始也是四面，只是放了之后就会变少一面吗？就三面。对啊，你放三面嘛，另外那三面可能会有一个就是没办法放哦，所以你没办法，不一定有办法直直的放出去，所以放倒的人是谁很重要。哦，运气是不是？你不是运气？我帮忙放压力板，重责他人好可怕。我是觉得你是直角，我们要先说好那个。那个正面没有的话，不能怪队友。那我们中间薪资决斗场，好久没玩了。好，可以。薪资啊，薪资，薪资 ，mone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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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Salary 主导就五叔优谷啊，这个最多小进的，很适合观众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各种投入。你们在干嘛？赶快去选队啊！他们在努力的不选啊，把你 OP 拔掉，你去跑看看，把你 OP 拔掉，你去跑跑看，开始吧，开始跑，来跑，开吧，哇，这楼梯好恐怖哦！So happy， 好，那就来喽，接着他们来，七千分。接点随机，亲自决斗 ，Go Go Go Go！ 为什么我看作者的血量三百多？嗯，对啊，三亿点，哦，为什么作者？作者母汤哦，哇，作者血更多，作者，作者不会是三百一十一？作者你，然后。哎，三一，不得，不得，变高吧。那你母汤哦，他笑得很开怀。来，我来放。这好像不是笑得很开怀都可以解决的事情哦。这我现在就是一个魔王的存在。这是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我反正进还可以。干嘛测试的时候没有进？有，我都沉进去了。那个幸运的人请去放吧。来，压力板，压力板。中间的那个牛排，先牛排，牛排可以放两个。嗯，就大家都没换压力板，有没有？有压力板，我有。啊！为什么这个是？哎，没事。哎呀哎呀！我再来再来再来！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。我可以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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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哦。哦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等一下，卡卡的。哎，我怎么看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没事没事。到中间了，平安度过，平安度过，平安到达。快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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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抢！抢这样子。哎，他们正面就狙击了，他们正面狙击。真的吗？哎，放放狙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笑他们，放狙击。哎，他们从旁边进过来，旁边进过来了。礼物那个箱子在上面。上面的我偷走了，拿了拿了，我拿了拿了。难怪那么诺曼。好可怜。第一个狙击。哇，所以我们这边是哪一面啊？这边需要压力。我们的分数岛还有绿宝石岛呢，我还没放，都还没。啊，有人要王者之剑吗？王者之剑很强吗？燃烧二级特一，给我。在箱子里，然后有两个不死。前面在打架，前面在打架。对，在打架的。哇，王者之剑哎，不是我们绿宝石全部都没放了，好多他们好多人啊！绿宝石呢？绿宝石呢？我在等放砖呢。哎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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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砖呐！啊，我死了！他王者之剑在哪？
王者之剑就是那个枯树枝。迪娜来了。好。迪娜。家里不要放那么精钻。对、啊，我就把中间的奖励全部。你不要又把金钻拿回来了，黄金。你那你放在箱子里，你是想说绿宝石神剑为什么在箱子里啦？谁买的？谁至少？你们要谁？至少白痴哎、欸！好像是我哎、欸。二零二零，你间谍哦你！哎，杰克，杰克，那边有那个、哦。哦，所以杰克加油，不是、啊，哎、欸，我们牛排岛右边就是死路啦。哇哇，哇，这里那第二个牛排岛嘞，对吧？哎呦，滑下去，这里可以绕一圈啊，绕一圈，绕一圈。哎，地上捡到一只卡住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其实运气还不错啊。哎，好，放满了，哇，救命！等一下，来了，牛来了，我来了。嗯，怎么笑得那么开怀？开怀走路滑下去。等一下，我要放巨岛。有人来吗？听到摔的声音。哎、欸，他们在他们家前面放了一个西瓜。嗯，西瓜。西瓜，那很棒啊，帮我们补血。他自己走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去西瓜岛？我们可以冲。他不讲话了，你是没有开麦还是不？这个就揪团，我忘记开麦了，留在后面。那这边不要跟你去，我才不要跟你去。哎呀，好笑！补血多棒啊！哎，讲一下哦，中间沦陷了，一堆绿宝石，一堆一堆绿宝石，一堆钻石中的，真的。好好好，沦陷哦，作者来了，作者来了。坐着血量还坐着血量，好了，坐着下去了，坐着下去了，坐着送了一套装哦，坐着送装来了哦，那个哇，绿宝石都可以用，绿宝石都可以用，好，下线又有送装，又有送装了，又有送装了，送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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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一套装备哦，在家里哦，升级了吗？谁升级？铁定还没，可是就基本装可以先弄，哦哦好，我们还没32个。我们应该有，家里应该有两套装可以拿哦。刚看成蓝的，有有有，我看到，我在收，我在收。提一下，阿进，箱子也有绿宝石。阿进，你后面有女仆哦，小心哦。啊？女仆？没有，你要他不会这么兴奋，他说后面有萝莉哦。啊啊！快点走，快点走，不是萝莉，后面有妹妹。作者，装备，作者。装备快上，坐着啊，有坐着，有装备，家里还有可以买更多岛，可以买更多岛喽。好，女仆来了，女仆来了，哎呦，可不好进攻啊。可以盖，慢慢盖旁边路。对，绿宝还差一点。哇，那个还有树枝，他树枝在手上，那树枝被抢走了，被抢走了。我最重要的事情要讲了，抢回来我们的树枝。你们刚刚那么大声，我怎么可能看得过你们？跟着黄金圣斗士杰克冲啊！哎，中间有人封锁啊！我死了！哇，这里好多人啊！死了！前面有个弓箭手。哎，左边，潜进来哦，在我们后面哦。下来啊，勇下来啊！你为什么你黄金？因为不是弱势的黄金。哇，他们最前面就是那个，哎，坐着都绕那个星之决斗场的外围。嗯，不盖一个那个比较不会掉下去，掉下去掉了。这送装了，送装了，还能不能放啊？有黄金圣斗士啊，谢谢。好好，缺两个核心，在左边很缺哦。现在缺三个核心的。红队，我们铁骑很多啊，我去领，我去换，我去买个暂时放旁边。有需要黄金？不要拖打我了，你们这些人坏蛋。老师那边也缺一个核心。有买很多核心。然后要暂时进攻杰克。哎，二零零都吐了一个绿宝石出来。哎，绿宝那个剩一下铁锭哦，有人在商店里吗？哦，可以，32的。好，32。好，可以买，可以开始买装了，可以买喽。嗯，好吧，拿个外放进去。绿宝，那就行了。青石砖可以直接换了。还有哪里要补核心吗？我看到了。有黄金圣斗士，对，到了，有错。杰克你好黄，那我死了。要不要加入会员呢？不要，什么会员？打什么什么最大的上限哦？黄金圣斗士的会员。哼哼哼哼哼，他们都靠过来喽。
太近了。勇闯，若勇闯，像自己的好了。勇闯，勇闯，凤凰，你要不要下去一下啦？柱子来了，柱子来了。别走！说什么不拿箱子的？你要自己再买一套。哎，我拿箱子啊。哦，我说不拿箱子的好了。我刚说直接拿箱子的好了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他们有些闯过来啊。好，那个是什么？战神的吗？还是？对，我要放战神。好。为什么会有铁镐掉在什么家里？铁镐掉这边啊？耶！耶！哇！前面的右边放不了。这不行啊！哇！作者现在已经不穿中来了。送太多抓了，他就够了，够了。是够了，装备送来。这里有西瓜，有西瓜。过来！哇！熊过来！超凶！我想要放跳跃。过来！哎，我丢到一万哦，一万哦。不要下去哦！不要下去哦！下去会死哦！这个岛有辅导遗忘，熊爸爸。这个岛也有辅导遗忘啊！可能是他们放的吧？我是。耶！你的附魔是哪边是金砖啊？哦，这里。哎，对不对？两边都是哦。遗忘来，遗忘来，遗忘来！哦，遗忘，小心遗忘，小心遗忘，遗忘也啊！对对对，因为这个不是那个，他一直走过来。对。等下他们在放岛是不是特别卡？有还有153秒，还超久的，太久了吧？哎，他们很多趁虚而入，哇，我好强啊！完了，被有人再打到是不是？对，他魔法秒杀，怎么那么恐怖啊？哇，这小子，这边尸横遍野，尸横遍野，把大门关起来，他们来了，哎，把伊隆关在里面。可以，他被炸弹卡住了。500分，哎，注意他们，注意后面他们来了。还有120秒。注意他们后面走，还很久。哎，你也来急，快跑！附魔的别走啊，战斗啊，北偷啊！对，富有力量。哎，碎，我打就对。一个，他挖，哈哈，就要克你！我在吃你，我在偷袭。哎，他有100，其实我放了，不用打，不要打，我又放了。他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不要点嘛，不要点。100秒。可是不准来，不准来了！他不会，宋哥来挖了，来挖了！看着我，他看着我。来，我们互看吧。哎呦，宋哥在家里，有爆弹，我在补，有爆弹。哦，遗忘跑过去了。家里那个，我先从钩子他，那边有遗忘，那边有遗忘。你看，跑，想过来，被卡住了。哎，遗忘！啊！遗忘，帮我们干掉一个人。作者又送抓！啊，作者又送一套了，太好了，有裤子穿了。那么多东西啊！遗忘有帮忙，遗忘有帮忙。金锭啊！吓死我！保护衣的。哦哟！哇，那个太卡了！遗忘守护者再生。这遗忘超恐怖。大家打了死吗？遗忘是不是差不多？有时间，50秒。没有，那守护者是家里的。剩十六吧，这边啦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家里的会给你，干嘛？给屁哦！你走给我就死了，太痛了吧！涌进来！对，中间有没有人？中间被困住了，我的28秒，中间，我来了！我怕他们接二连三。21秒，然后终结，好多装，我干掉了，装备，我的装备，再给我一套。哎！哎，北投，北投，我把它丢下去哦，自己回去捡的。10秒，你就继续打。10秒，我没问题，应该我们没问题。先知解救场可不可以有人？来了，我绕后。巧克力女仆来！有！我就在解救场里面。我知道，可是有女仆啊！破断了！有女仆。啊，回归时回去了，没事。我帮你挡了三个人啊。哎，作者跳进来。作者，你裸体进来要干嘛？我害羞。哎呦，漏油，后面再生有那个了。你还可以再生。感谢支持，女仆。又了解了，可以走。哈哈，一直在那边决战。附魔岛可以再多放啊。有，已经放两个了。哇，这当跳台哦，可以啊，我觉得很好玩，有没有？可以。单悠悠，哦，真的也可以直接洗掉附魔哎，可以。有人来了，作者又来了，中间。是啊，又来就把他送回家，送他回家。五等，来好久。
我有普通的保护衣，你要拿去合吗？我保护二的，左边有攻来手、哦。我经验啊！好的好的，我站远远的。给你给你，暂时被打掉。不是，没关系。旁边那么大的箱子啊，不够了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站那么远还射到我？有攻击手，我刚这边玩跳高台，抓！玩跳远跑，干什么干什么、哎？我打不到他，哇，怎么那么厉害？不愧是自己盖的路。你好快哦！我也追不到，我很怕，他都不怕了。他来到我们家了，哪里？走啊走啊走！哇哇哇！他也太会走了吧！他在上面，他在上面，他在上面。还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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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没事，我学会了，我学会了。你们在我们父母那边哦。又一个又一个，他们也来了，绕进来绕进来绕进来了，两个。左下左下左下，你们看到 ID？ 哦，他们有好多箭手。对，他们有弓箭手。